我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呢，在跟大家空中相会啊，来一起学习。那么，过去一年里面呢，我们大家都深受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影响啊。那么，志工们呢也没有办法到金字塔来，志工海外的弟子们也没办法回到台湾见上人。那台湾的这边的团队或者师兄师姐也没有办法去海外，所以可以说去年一整年里面呢，我们整个活动的形态，我们生活的方式大大的被这个疫情所改变了，包括我们在学习的方式也要跟着改变了，那上人也在改变，因为呢弟子没有回来，然后这边的常住师父或者讲师也没办法去海外，所以呢只好透过连线的方式。那我还记得去年的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么大家觉得很严重，因为 有些国家呢在锁国， 有些国家封城，所以大家很紧张，那包括金色也是很紧张。那时候呢，很多慈济人呢没有从国外回来的，在台湾的也好，也不敢回来金色。那金色这边的一些团队呢，也是很担心说，哎呀，现在都在隔离嘛，而且不能群聚嘛，怕大家回来以后会不会造成一些防疫上的漏洞啊，或者破口干什么，大家很担心嘛。所以呢，那时候在金色里面的回来的人也少了。那有一天呢，我们才知道上人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有一天我们在开会，上人在讲，他说实际的疫情虽然很严重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太恐慌，但是也不能忽视它，过犹不及了，就是说不能因为担心疫情的关系呢而叫人家不要回来进士，但是也不能因为说大家都还是 都无所谓都跑回来进士，然后没造成群聚的问题也不可以。但是上人说，活动还是要一切如常，活动还是要一切如常，只是方法要改变的。因为上人说，疫情期间锁国的锁国了，封城的封城了，那么大家都不能出去，大家也不能去别人家里，所以呢变成说，上人说，如果活动不如常的话，那么志工们待在家里，那个心灵会空虚，精神会松散。上人讲这句话，其实上人很透彻人性的，真的是活动减少了，然后彼此不能往来，都在家里。那这个情况下，真的是第一院三十几年来第一次呢面对医院职工呢被禁止进来医院里面的第一次。那时候上人就很惊讶，上人说，哎呀，这样子志工都不能在医院里面当志工的话，将来如果还要再带动的时候呢，怕会冷掉。所以上人很担心志工呢没有养成一个精进的习惯的，一旦松散习惯以后呢，要再精进就很困难了。所以上人说，活动不能停，只是方式要改变。上人是这样的一个睿智，就是说，悲智双运，过犹不及，超过了也不好，不够也不好，恰到好处。但是我们做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很难抓得 很细腻，很难。要的话全力以赴，要的话呢就如如不动了，变成这样子，动跟静之间的拿捏不是非常的好。所以那时候上人就开始规划，我记得第一场好像是跟马来西亚连线，上人疫情之后的连线。那时候上人我在旁边学习，我看上人有一点很惊讶，因为以前上人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透过高科技去传法。那时候我还记得连线完的时候，上人才那个慈禄才跟上人报告说，刚刚的连线有多少，我记得好像是五千多条线的样子，五千多条线，
然后在线上在文法的大概有20000多人，上人台感觉很惊讶，哇，连线的效果还比团队回来台湾或者我们团讲师过去海外大家一起聚集在建设堂里面办的活动人数还要多。上人就感觉到说，哇，这个连线的这个直播的这个效果也是有它的一个妙用之处啊。后来呢就继续办继续办了，就跟到现在上人几乎每天的几乎每天都有连线的。那透过这个方式呢，是在海跟海外的弟子传法，也了解海外的弟子思念上人的心，也代表上人呢在关怀我们海外的弟子， 给海外的弟子呢疫情中一股向上的力量。各位还记得吗？去年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上人行脚第二次行脚完了，孙梦祝福行脚完了回来花莲了，那最后一场全球的最后一场圆圆的这一场在花莲嘛，那各位还记得吗？那时候上人就上台深坐，他们上人就讲，今天这一个孙梦祝福的连线总共有六万多人，有六万多人呢在线上参加孙梦祝福。那其实呢，六万多条线里面，各位知道马来西亚就占了4万多条，六万多人呐、啊，里面呢马来西亚占了4万多人，所以你想想看，马来西亚他们连线的这种数量呢，等于是那一天孙梦祝福海外连线里面的占了2/3。那我们要去探讨，同样的连线，为什么会有的分会就很少，有的分会就很多？那其实这个马来西亚我在那边这么久，我很清楚，新马的东南亚的国际的慈济会我大概都很清楚。那马来西亚他们呢很务实，但是我讲这个意思不是说其他分会不务实的，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这整个传统性，就是说做慈济的方式就是说很脚踏实地，很务实，就是说口号很少，但是行动比较多。但是呢，我在回来台湾8年快9年了，我在旁边观察很多国家呢，有的国家就会比较偏重于一些口号式的，当然有口号不是说没有行动了，就是说口号有，行动比较没有到位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效果不是很好，就是我们所讲的嘛，口号呱呱叫，但是行动不对号。包括这一次岁末祝福，或者是岁末祝福，我们大家各自业体都要上台去跟上人发心立愿嘛，对不对？还有过年前、过年后，很多台湾的团队回来跟上人拜年嘛。这个形式上大家都会向上人发愿，结果我们不管是岁末祝福也好，或者是这个团队回来台湾回来金色跟上人请安的啦，或者是拜年的都好，或者连线的也好，大家都很习惯最后呢向上人发心立愿。那上人，那我们在旁边听着就大家都讲一样的恭祝上我们发愿恭祝上人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法轮常转，后面再多一个续讲法华，等于大家都讲一样东西。我记得2个礼拜前每个礼拜，各位都知道每个礼拜一的下午我们自业体宗教处的这些主管们都要跟上人分享。那个也是过年后的事情啊，对。那上面就讲了说你们所讲的这些口号是要真的很了解里面的意义，而且你要很虔诚的从内心里面来发愿，
否则会沦为口号，会沦为口号了。其实我个人也觉得，我们在发愿的时候说的用词呢，几乎每个国家都超不了多少。那这个都是一种形式上的，但是形式过多的时候，就让人家觉得说实际的不足了。好，那你说可是这个世间法是如此嘛？我们还是要口头去发愿嘛？对，没有错。上人如何说？你有没有虔诚来发愿？看有没有对号嘛？对，行动有没有对号嘛？口号是呱呱叫，行动有没有对号嘛？那可能也不是马上就看得出来啊。很简单，每个国家分会都是一样，你恢复推动这么久了，你过去所发的愿，那现在恢复的呈现有没有对号呢？有没有配得起来呢？啊，短时间可能看不出来，可是长时间就知道了嘛。对，马来西亚，我也不觉得很意外，说他们有这么多人在线上，那差在哪里呢？他们呢，就是口号很少，但是行动很固执。其实上人要的是这个方式，就是说你要很务实的去推动。那好，我们刚刚讲回这个在家里啊，这个时间很多嘛，对，因为共修也减少了，活动也减少了，哦，那个包括很多连访视都减少了，我好像有一些国家连访视都减少了，那时候我就觉得不大对劲，因为上人意思不是这样，你看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我们还在发放，对，你看菲律宾，哦，马来西亚、印尼都在发放，其实这个上人的意思，人家正在苦难的时候，才是菩萨要出现的时候，啊，怎么这个时候我们反而没有出去呢？而且上人还讲，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灾异，也是一种灾难呐。等这个灾难将来过了去之后，我们回首当年，在全世界面对这么大的灾难之后呢，我们却没有做事情，那个是一件很后悔的事情。要对历史负责，没有错啊。很会把握因缘的人呢，错失因缘对他来讲是一种很大的挫折啊。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个人做慈济差不多快三十年了。我比较欣慰的是，任何的大中小因缘呢，我没有轻易放弃掉。你说斯里兰卡赈灾也好，斯里兰卡的救灾，还有什么？那个海燕风灾、尼泊尔的地震，我都是我自己先举手，先举手再讲，其他事情呢再来调。会不会撞击？有啊，很多事情会撞到啊，但是轻重缓急要分嘛，对，这个物有本末呀，事有始终啊，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呀，就接近真理的了。所以大小因缘呢，我没有轻易放弃掉。那我即使在金色里面呢，那么因为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头衔啊，各位都知道，以前我是两个分会的执行长。那尤其是马来西亚这边，下面据点又一大堆，所以你讲说一个马六甲分会，或者一个吉隆坡分会，你讲是一个分会，可是你要处理的会务不是一个据点。下面二三十个据点，你还要跑啊，不是只有就跟他们用电话联络而已。所以可以说是负责很多很多的工作，很忙碌。但是回到台湾之后呢，头衔都没有了，裸退了。在金色里面，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加入，还没有当副执行长嘛，我只是一个慈济志工而已，所以我没有在行政体系里面，所以呢，很多工作呢，一我们的游戏规则来讲呢，不会轮到我来做。可是我也在金色待的，那时候待的差不多6年半。那时候，那其实我不是非常忙碌，但是我还是待在金色里面。那有人就问我嘛，我每天都坐在智科室里面呢，早课的时候电脑拿起来啊，天上开始一边做笔记啊，就是坐在智科室里面呢，这样子待了6年多。那有人问我说，哎，你看起来好像。你现在看起来回来台湾好像比较不忙哦，
我说不会啊，我还是很忙啊。那总会很忙，我看你都有时候都在近视里面啊，啊分享也没有找你呀、啊，活动也很少找你呀、啊，好像你一个人这样子。我说我很忙，我还是很忙。那他们问我说你在忙什么？我说我忙着等待啊，我忙着等待。所以《论语》跟《近视语》里面给我很多人生的一个指点啊，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啊。什么意思啊？孔子讲的不患无位，患就是病患的患，解释为担心的意思了。不患无位，不要担心自己没有那个地位，没有那个职位，不患无位的意思了。患所以立，什么意思啊？患担心，你要担心的是你有没有充实自己，做好准备。你有没有坐在那个位置上的实力呢？你要担心的是这个了，而不是担心没有位置。所以我就跟师兄师姐讲说，我还是很忙，我心理上我还是很忙，我忙着等待。等待什么？等待只要因缘一成熟，我就抓住机会了。所以我觉得《论语》里面很多话跟《近视语》是一样，给我们很多人生的激励。你用心准备，准备好了就是胸有成竹了。胸有成竹的话呢，才能够谈笑用兵呢。你用心准备，哦，大家都知道嘛，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到现在也是一样嘛，随时啊，值班的事情太多啊，有时候我要配合嘛，啊，哪个地方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那个地方要去支持，那个活动也不是我负责，那要我去支持。我很快我就能够进入状况，因为平时耳濡目染呢、啊，潜移默化啊，都在做准备了，所以我对我自己很有信心的，随时随地，那去哪里要做什么做什么事情，我马上就可以上路，马上就可以进入状况，所以这个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现在的这个新冠疫情。共修减少，读书会线上读书会有了啊，可是不管怎么样呢、啊，还是比以前人到现场去的那种状况 是轻松很多的了，是比较轻松的，对，所以这个时候自修的时间增加了，可是增加你有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时间呢？有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时间？所以上人才说，每天整天待在家里。心灵会空虚的，精神会松散的。因为以前还每个礼拜至少有一次两次，或者每天啊，或每个人程度不一样，会到会所去啊，至少这个生活上有一个寄托嘛，对，啊，或者一个月去两次也好，一次也好，那至少那有一个心灵寄托。我每个月一次啊，每个月三次、四次，或者每个礼拜两次、三次、四次都好。我有一个寄托，我要去慈济里面当志工，去承担一些事情。可是现在疫情来了，你待在家里，你如何安排这个时间？因为自己的时间很多了嘛。我也很庆幸，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没有办法出去，所以也没有团队回来，所以变成我们事情当然也相对会减少一点。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师兄师姐一直鼓励我说：“哎呀，很多。”以前有什么事业家回来了，团队回来了，或干训营啊什么，我们都会有一些机会找我们去分享。现在变得完全没有了，那是不是呢？因为海外还有一些人对慈济不是很了解，东南亚的国家哈，包括有一些是台商也好，或者当地的事业家也好，或当地的大德也好，或者当地的志工、先进志工都好，对慈济还不是很了解。那现在都没有这个管道啦，以前还有营队回来或我们过去，对，而且大家在家里，实际上是很空虚、很无聊的。我们是不是来推动一个直播？其实我现在在直播的这个因缘呢，也不是我自己是刻意去找来的，主动找，是人家请我，啊，他们几个很有心说啊，我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吧，好不好？那我们就再试试看。那我们就先讲五级好了。那时候我压力很大，要讲五级哦，哇，有这么多东西吗？
每次一个钟头要讲五集，讲五个钟头，有这么 我自己很坏，有这么多东西嘛？因为以前要讲课回来，我都啊实业家啊大概都讲那一套啊，志工大概都讲那一套，哦、大概讲，因为都是综合式的嘛，不可能连续讲的嘛，像没有像直播这样连续讲的嘛，都是啊有什么我回来讲一次啊，下次回来跟这次回来的人又不一样，所以我东西可以重复讲，啊虽然不是一样，但是至少大概都类似那样东西。可是要直播不一样啊，直播是每一集每一集你不能每次讲一样的，谁跟你听啊？哎，直播的话要分啊，要分五。我刚开始好，我们先讲五集，然后五集每一次题目不一样。哎，我说有可能吗？讲这么多东西，有这么多吗？啊，结果呢？啊，我就好，那要准备了五集啊，五集东西我要准备啊。那个主题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我从哪里找啊？我不能凭空去找啊。对，我只好把我过去30年来慈济的那个上人开示的那个我的那个心得也好，或者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啊打下去，或者我自己出的8本书的内容，我才第一次呢回去看我那些书。我的书以前我也没有什么时间回去再看，因为太忙没时间看。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时间比较多了嘛，我就回去看我那以前的笔记跟8本书，我才发现，天哪，真的是漏光光了、啊。好多以前我们是灵感来的时候，或者上人讲的时候，那种醍醐灌顶的开示，都记了一大堆。这个也很好，那个也很好，满天是金条，但是要抓没半条。哎呀，你才发现说，哇，不是发现新大陆，那个本来就是我的东西的嘛，只是我没有回去，过去没有机会回去温故知新，没有回去看，有些智慧法语呢，忘掉漏掉了，很可惜，非常的好。一看结果，哇，天哪，太多东西了，所以以前的准备也很重要。现在如果说叫直播要讲30几、40几的话，你去哪里找资料啊？不可能的，所以这个过去的这个过程中的这个准备呢，来促成这次的直播呢，才让我深深的体会说，哇，真的是哈、哦，这个没有积沙的过程呢，就没有成塔的结果，没有事先挖好渠道的话了，那就不可能水到渠成了。水到之前呢，沟渠要先挖好。有一句话也讲得很好，他说用法跟用兵是一样的道理，用兵跟用法是一样的道理，兵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能一日不练。各位想想看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所以才叫做什么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嘛。你没有养兵千日，你如何用于一朝啊？你平常就要准备好了，千日的准备用于一朝啊，你没有10年的磨剑，你如何挥剑一次呢？对，挥剑一次之前是什么？是磨剑10年的、啊。哇，他发现说，哇，真的是兵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能一日不练，每天都要练。现在没有打仗，每个国家都是一样啊，没有打仗啊，可是兵还是没照练啊，演习也照演习啊。否则，等要打仗的时候再练，怎么来得及啊？不可能。所以用兵是如此，用法也是一样。刚刚是用，兵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能一日不练。法也是一样，法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能一日不备。这句话非常好，不能一日不备，不能一天没有准备。这每天点点滴滴的累积啊，所以我很少缺席。军法相很少，我到现在还是一样，因为那个时间对我非常的重要。我的8本书都是早上写的，没有一篇是在白天写的，连润稿白天都很难润的、啊。所以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去美国看我女儿，那时候呢 ，LA 跟旧金山他们的军法相
你们那边，我们台湾是5:20嘛？纽约可能我纽约时间我就不一样，因为它有时差嘛。旧金山跟 LA 是下午2:20的，我还记得。台湾早上5:20，LA 跟旧金山是下午2:20。那他们就跟我讲，我们想跟台湾同步诶。我们说，哎呀，上人今天早上五点二十，今天我早上5:20的那熏法香呢，我们是。前一天的下午2:20呢，我们希望跟台湾同步，但是上人不同意。哎，这个我也学到了。他说上人，我说为什么不同意？上人说他宁愿把它录下来，给我们第二天，就是上人成语讲完的第二天，先把它录下来。第二天早上，让美国的师兄师姐也是早上熏法香的。哎，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台湾5:20，你们那边下午2:20，同步不是更好吗？就我回来，上人跟我讲说，早上哦，头脑比较清醒啦，白天杂事多啦，所以你看上人的说法，敬师成语，早上，志工早会早上，这两个是慈济的法源呐、啊。慈济法门的法源，一个是敬师成语，一个是人间菩提。人间菩提就是从志工早会出来的，这两个都在早上。上人说，时间很重要，白天容易杂事多，早上比较清醒。所以那时候我要直播的时候，我就看我的笔记，哦，天哪，我赶快，还好拜科技之赐啊，我赶快把30年前、20几年前、10几年前的笔记呢，只要我有漏掉的，重新再把它 copy 出来。放到我现在最新的笔记里，2021年的或者2020年的那个我的新的档案里面去，表示这个不是旧的，还是新的，因为过去的你忘掉了，所以现在呢，旧法要新知，所以放在新的笔记里面去。哇，我这次因为直播，我也学习了很多，我几乎把我过去所有的笔记。我的电脑里面大概有200多万的笔记，200多万的字在里面。八本书的话就差不多整百万了，还有其他笔记。还好，上人科技传法了，我们是要怎么样？我们要高科技文法。30年前呢，那个时候上人已经在用电脑了，我就觉得说，哎，上人年纪这么大，旁边助手这么多，为什么要自己用电脑？一定要与时俱进的，所以我就学习上了。我的电脑我也没有去学，没有去补习班学电脑，电脑班学电脑，也没有请人来教我，我自己就买一台电脑在自己摸索。最简单的打字做笔记嘛，我要把笔记放在电脑里面，我要学最简单的个 Word 打进去，从这样子练出来的。完全都没有去补习，也没有人教我，自己那个这样子练出来的。所以曾经有好几次啊，文章写的我都清晨写文章的嘛，尤其在新加坡的时候更早，3点多就起床写，写到8点9点都有。早上的时间我是4个钟头我才够用，以前写书的时候，一气呵成不是一篇写完了，不是哦，那一段的灵感呢必须整个给它做一个结束，不能这样散掉的。但是现回来台湾没办法了。早上要学文法像，回来大概都是零零碎碎的时间了。我没办法了，我现在没有一口气2个钟头、3个钟头的时间了。那我写文章做笔记啊，我只好怎么打散了，没有办法，你只好去适应这个环境，点点滴滴的累计点。直播也是一样啊，直播1个钟头要讲8000个字，1个钟头要讲8000字。然后每个礼拜一次的话，你看要多少东西？所以我这次才发现说，哎呀，温故知新是多么重要。现在上人没有出来开示了，很少了。早课的早那个志工早课的话是一跟二，对。那法华经的部是以前讲的，所以只要以前我们听不懂的或者没有听过的，都是新的。所以这次
我这次直播也让我学习了很多，漏掉了好多，重新把它找回来。这个是还好，这次有这个直播的因缘，逼得我必须把过去的笔记拿出来。我现在还可以从我的电脑里面去找回我30年前、20几年前的笔记，我只要记住那个关键字就可以了，就找出来了，太棒了！所以当初只要讲5集就好了。看来还有啊，继续讲到现在。当然，我也请了一些师兄师姐啊，一起来讲嘛，不要直播就是我讲。虽然频道是我去申请的，没错，大家一起来讲。至少我一个人讲差不多30几集有，但是每一集的内容都不一样。我才发现，真的很多东西我们自己忘记而已。所以回复刚刚那句话，就是说。法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能一日不背。好，那这个现在可以的吗？可以的，我说这个8本书也是过去有这些的记录下来，然后促成我这一次要直播里面的要需要这么大量的内容的时候呢，我才有那些资料可以用。否则现在要直播的话，老实讲，因为没有准备好，所以也不能够直播。所以刚刚讲说法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能一日不背。每天熏法香很对我很重要。我即使现在时间简短了嘛，你看看5:20开始，现在差不多4:18就开始了，提前2分钟现在。然后到差不多6:05、6分就结束了，有时候以前还更早，6点就结束了。这个差不多只有40分钟的时间而已，但是我还是要去净舍里面熏法香，道气很好，灵感很好，可以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可以体会得出来，包括我的直播或我的笔记里面呢，我都需要那段时间，那段时间很重要，你不要小看那40分钟。40分钟，你静下来以后，灵感来了，记下来。哎，今天灵感只有2-3句，上人开示我有体会2-3句。哎，每天2-3句，那长期下来都不得了嘞。所以才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啊。对，所以有人就觉得说，以前有人就是说，哎呀，上人每天成语讲的都是那些东西呀，对，见苦知福啦，什么因缘果报啦，都讲那些就是差不多的嘛。有些比较不方便去熏法香的人就会找这个借口。上人听到之后说什么啊？什么我讲的都差不多。那上人是说，那你每天三餐吃的还不你每天三餐吃的还不是差不多那些东西？那你干嘛要吃？你还不是三餐照吃不是吗？很有道理呀。所以现在我没有那种一个早上好了2-3个钟头、3-4个钟头给我做笔记去静思的时间的。现在因为我的工作环境变成这样子的，零零碎碎的，但是我把零碎时间呢，把它充分使用，零碎时间会变成黄金时间。黄金时间你把它蹉跎浪费，黄金变沙石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才讲说，这个点点滴滴的累积很重要。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刚刚不是回复到刚刚讲说，马来西亚他们为什么？百万菩萨也是推动的很理想，那个，这一次的疫情里面呢，他们读书会也是办得很理想，每次连线都很，马来西亚每次连线都很多，可是你看到说，马来西亚这么多连线，他们都自动连线的吗？不是也是这些中间的干部，这些四合一的干部里面，电话一直打。不是只有大爱无国界，凡夫也无国界啊。美国、欧洲、亚洲，凡夫都差不了多少。你最需要电话一直吹，锲而不舍。如果没有舍利弗的锲而不舍，就没有佛陀开讲《法华经》的因缘了。各位说是吗？锲而不舍的精神很重要，死缠烂打。
石禄就是很会死缠烂打，就是有时候我认为说不可能不可能，结果他去就可能。以前我在马来西亚要办那个什么访视研习营呐、啊，那是二十几年前，我回来请示上人，我说上人，我们要办一个访视的营队哦，要跟台湾要向上人请台湾这边的有经验的那个访视的那个资深的讲师过去，上人就面有难色跟我讲说，哎呀，你们那边自己也做得很好，你们自己就说你所做的嘛，你们就自己就有讲师啦、啊，台湾的委员都很忙。上人讲这些话的时候是面有难色，那我那时候、哦、老实讲，那个涉世未深啊，进瓷器啊，对瓷器的文化还不是很了解。那个二十几年前，我看上人这样子面有难色，我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是我引起上人面很为难嘛，我觉得我不好意思，我就说，哎呀，上人啊，那个我是回来哈、哦，我用台湾话说，哎呀，上人，因为我回来嘛哈、哦，我都加减清楚了，各位应该听得懂了台语哈、哦。我的给讲清楚，好像说随缘争取的。上人听我这样一讲，马上说唔丢，他加强语气说唔丢，你给讲清楚，我的给讲好你的。意思说你随缘争取，我就随缘给你的。然后后面讲说哈，你要用心清楚，我再尽量好你的。就是你心诚则灵。虽然我常讲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可是如果你真的很虔诚。很虔诚的来邀约的话，那我就你尽量尽处过的尽量合理的，意思就像这个意思的、啊、所以你看马来西亚他们这些职工就是他哈、啊、下去的话他就很团队就是很务实，就是一直电话一直催一直催一直催，你不讲他们难免不会都自动来上也不会的，就是有这种动作。你今天要去募新募款也是一样嘛，这个中间都是诚很重要，所以他说情跟诚具足的话呢，无事不办，情跟诚，热情 passion 跟诚 sincere， 情跟诚不具足的话，你很难做事情。变成好像什么例行公事，看得出来你这个例行公事，而不是真诚邀约的。有些人也是一样啊，他回来就是看到我啊，就是说，哎，哪一天哦，你到我们那边来哈、哦，你可不可以顺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顺便，我说哈、哦，顺便我很不便，我要专程我才会方便的。我们哪有顺便的时间？你不要说是国内啊。国外哈、哦，去哪个国家去辅导会，时间排紧紧的，一完就走了，哪有时间顺便在那边做什么事情？没有顺便的时间的啊，因为你很忙，所以我不敢找你。我说你错了，你找我我就有空，你不找我我就很忙。你找我，你这么虔诚的邀约，我就很用心的把这个记下来，有撞击我就尽量挪配合你。你早讲我就早安排，你不找我的话我不可能没事在那等着你，我还是会找事情做啊，所以你不找我的时候我就很忙，你找我我就有空，就是这样的思维啊。啊，这刚刚讲说情跟诚这个很重要，你不是很真诚的邀约怎么可能成？有的是客套话，哎呀，那哪天有空来我们这边分享一下哦。好好好好，后面就没有了。有些就很虔诚，就是说我们两个月后啊，我们哪天我们有一个培训课程，想邀你来分享，好不好？好好啊，等一下你有空吗？我说有，等一下我再来找你。等一下真的来找我，就是说我现在跟你抓个时间好不好？啊，那个下个月啊，或者啊，两个月后啊，哪一天你方便吗？哎，这个就这个。找到这么细就不知道很有诚意的，是这样子。所以我说我们马来西亚他们推动置业就是很一步一脚印很务实，这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这个呢要这个要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短暂时间的精进很容易，但是要把精进
变成一种习惯的话就不容易，因为要习惯的话叫什么？日久，时间要拖久才会习惯，习惯就变自然了。对，就好像也是一样啊，不是因为我尊敬上人，我敬爱上人，然后呢，我就修法相，我没有必要这样子做啊。对，所以呢，曾经哈、哦，这个其实这个道理很有意思哦。曾经哈、哦，有一佛陀时代，有一天哈、哦，一位经常跟佛陀到处弘法的弟子对佛陀说：“佛陀啊，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哎，佛陀听了这句话之后呢，丝毫没有露出喜悦的脸色，反而问这个弟子：“我请问你，你跟他说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我请问你啊，你见过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老师吗？这个弟子回答说没有。那佛陀就说：那你认识现在活在世界上所有的老师吗？弟子再次回答说也不认识啊。那佛陀就说了：那么你说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这句话一点意义也没有哎，因为你根本就没办法知道你所说的这句话，你自己所说的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哎。你都不知道，你还说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对，所以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讲的这句话是真还是假。哎，这个弟子就回答，他说没有啦，佛陀，我是想称赞您呐、啊，因为您的教示这么高明啊，这么好啊。弟子就用这个方法来辩白啊。佛陀就说了，假如你认为我的教示对你有帮助的话呢，那么你就遵循并实践我的教法。这个呢，比称赞我更能够使我高兴。佛陀跟弟子这样子开始的，然后接下来呢，佛陀就问身边另外一位弟子、啊、就问他：来，我问你，如果你要买贵重的黄金呢、啊，在还没有试验之前，你会付钱给那个老板吗？这个弟子说：我当然不会付啊，因为万一这个金子是假的，那我不是白花钱了吗？这个弟子这样回答。佛陀就说：这样就对了。佛陀继续讲哦，你们不要认为我所说的就一定是正确真实的哦。你们不要认为我所开示的就一定是真实跟正确的哦。你们应该自己去试验我的教法，我的教示，自己亲自去体验，亲自去试验，看看是不是我的法真的是真实不虚呢？如果你发现我的教示是真实而受用，你很受用，那么就去实践。后面这句重点来了，不要只是因为你尊敬我，才去实践我的教示。这句话是重点哦。再重复一遍哦，不要只是因为你尊敬我，才去实践我的教示，我的教法的意思了。其实这句话发人深省，值得我们去体会各种的道理。不要只是因为尊敬我而做我想做的事情。其实很多佛教徒是这样子哦，因为什么？因为尊敬他的师父而去做他师父想做的事情，只是因为尊敬而已的。因为我尊敬我的师父，所以我去做我师父想要做的事情，不是说这样不好。而是更就近的境界是，我深信我师父传授给我的法是真实不虚的一圣真实法，而自己下去实践之后也非常受用，应该是这样才对啦。对，这个用在我们的团体里面也是可以通的哦。你要做慈济，是因为你尊敬上人，你崇拜上人去做的。还是你真正认为上人所传授的这个佛陀所讲的一圣真实法，而自己受益，想去亲自去做，成为自己的身教之后呢，往外继续传承这个法门，是这样子。那佛陀还继续讲哦，他说哈、哦，也不要去批评别人的法门，说别人的法门不好。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法师，他们都有帮助别人的方法。因此，
对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心存轻慢的。他们教的好不好，开示的好不好，这不是你的事。你的本分呢，是使自己赶快离苦得乐，从中受益，同时也帮助别人的离苦得乐，去度化众生。这一句话是很值得我们去体会的。弟子们听了佛陀这样的开示之后呢，从此更能够以理性客观的尊重态度呢，去看待任何的人跟事情。那佛陀明示依法不依人，就是要我们依据佛陀的教法去什么信解行证呢？依法不依人呢？但是这个是那时候讲哦，佛法不是有四依四不依吗？对，啊，四依四不依，依什么啊？依法不依人嘛，啊，那个依义不依语嘛，啊，依智不依事嘛，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嘛，这是一四个嘛，对。那佛陀刚刚讲的是什么？这是依法不依人呐，啊。佛陀刚刚前面开示跟他弟子开示那个，就是说你不要因为尊敬我而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你要以我的法，我会不在。你现在尊敬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将来我不在，那你是不是不做了呢？对，这样变成你依人了，啊。人不在，你就不依了嘛？不对，人在，像我们在，上人在，我们依人也依法，这样才是正确的。不是真的依法不依，不是依法不依人哦，不是绝对的哦。法也是要靠很好的师父呢。带领我们嘛，教师给我们嘛，所以教师很重要，但是教法更重要。人将来会不在，但是法永远存在，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刚刚上面开始这句话是要依法不依人，这个才是一个究竟的法门。法师们哈，法师或教师也好了哈，他们的言教呢，都需要经过我们的体会跟实践，才能有所得而成为自己的身教，不是人人可以直接将说法者的言教据为本身的经验的，不可能。上人开示的智慧法语，我们把它死记下来，但是要把它活用，用在日常生活中，用在自己的工作中，用到了，那就变成我们的智慧。我们没有办法把说法者所做的言教那当做自己的经验，不可能。所以做不到的话，那还是上人的智慧，我们做到了，那变成我们的智慧，是这样这个意思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时间也到了嘛，哈，那很感恩各位师兄师姐给我们这个给我这个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共修学习啊。那么这个上人刚刚陈师傅有讲嘛，哈，那上人现在这个体力也比较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所以很多的开示呢并没有因此而缩短。现在几乎所有开会，如果下午开会的话，打板呢上面还继续讲，继续加码，50分打板了，有时候讲到6点，有时候6点10分，我记得还有一次讲到6点15分。进行受献生命的，所以上人曾经跟我们讲过，上人说哈，他现在所对我们的开示呢，其实就是什么？他的遗教，他的遗教。所以你看最近上来的开示哈，都会提到自然法则啦，什么法则什么法则啦。我虽然常常生病，但是我病得很感恩，我病得很欢喜。以前的开示比较少谈到这些身体状况的东西，现在比较常提到。所以上人说，我现在在讲的是遗教经，啊，就是佛陀当年的遗教经是类似的。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哦，有花堪折直须折啊，莫待无花的空折枝啊，哦，佛在世时 啊不要我沉沦啊，哦，佛灭度后我才出世，那就这个就空过因缘就很可惜了。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读书会大家来互相激励啊。那么我们也祝福美国总会也好，美国各分会也好呢，会务呢，能够蒸蒸日上，能够很多事情能够迎刃而解，会务蒸蒸日上，
祝福各位菩萨道上永远都是日日精进，天天法喜，祝福大家，感恩大家，再见。